又来了一个大叔，好多好多的大叔啊。 Oh my god， 到底想干嘛？欺负你进去到我家的楼上，人家没假装哦。先不刚带头说七七八八，还有那些没人的话，我求你啊，别趁我们那出门一手大汤再来一大把。你是想怎样呢？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对你已经彻底膜拜了。哦，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知道你。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你说的话就他都笑呢。嗯，大叔啊，哎哎，大叔啊，难道求求惩罚你都不会被吗？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呀，用恋爱方式解读的话，心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我怕大叔回个头，大叔回个头，大叔你好呀，哎呀，我喜欢你哦，大叔最有意思了，我要加薪 ，Oh my god， 到底想干嘛？情书已经寄到我家的楼下，写个告白，告诉姐姐爸爸。有那那那人的话，嗯，救命啊！别沉默了，拿出门手刀，扛来行李大包。你是想怎样呢？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被你一定彻底膜拜了。大叔啊，啊，我求大叔啊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人家知道呢。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呀，你说的话，猪他都笑了。哦，大叔呀，哎哎，大叔啊，难道这就惩罚你都不会给吗？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呀，用恋爱方式解读的话，心不会，会不会？哦，怕大叔，大叔，哦，怕吵闹的哟。人家老喜欢你呢，天天跟着你屁股后面。哎，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知道了。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呀，你说的话是他的笑了。大叔啊，哎哎，大叔啊，难道就就惩罚你吗？不会被吗？哎呀，你说呀，你说啊，用恋爱公式解读的话，心不会哦，会不会哦吧？会不会哦吧呢？我好爱你，大叔，么。